这个这方面我也可以跟我们中国人讲一下，我们只是简单的分成什么资产阶级跟工人阶级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个大概的区分是怎么用职业来区分，是不是一个阶级的斗争？可是基本上我们看起来都差不多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些人看起来都差不多，跟美国人不同啊，我看你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而且反差很大，你就是黑的，我就是白的，对不对？跟这个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甚至更激烈啊！我们再慢慢发现一下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对，很有趣的哈。加油加油，对不对？我们大略分资产阶级跟工人阶级嘛，按照这个职业来区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长得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都是黄种人，黑头发，哎，人家不一样，你这个外表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这个人外表就不一样，我们还每天生活在一起。这个斗争啊，也是挺激烈的。哎，我们来看哈。